今天李佳航妻子李晟在微博大发晒出大肚照，宣布怀孕喜讯。李佳航随后转发称：“期待你的到来，我们的小棉袄，哦，小棉裤。”照片中，李佳航抱着猫咪，李晟坐在沙发上，孕肚明显隆起。2014年5月被曝光恋情，2015年承认领证。李晟因出演新版《还珠格格》《小燕子》一角让大众熟知，而李佳航在《还珠格格》中饰演尔康，《爱情公寓》中饰演张伟，给人留下深刻印象。看到这么有爱的一家，网友也纷纷送上祝福。近日，王丽坤被拍到焦急赶往某餐厅用餐，而饭后他则是与李庚希一同走出餐厅，两人还挽手与友人告别。此后更是一起回到王丽坤家中。今年8月，两人被曝一起看房，疑似恋爱。9月被偶遇同游日本，虽然两人从未承认恋情，但这亲密架势令网友直呼这是要坐实恋情的节奏啊！金钟铉近日因抑郁自杀，令人心痛。今天钟铉出殡的视频曝光，实力成员温流、嘿、敏豪、泰明则恭迎丧主，陪伴永远的二哥走完人生最后一程。敏豪在送到队伍最前方，捧着钟铉的牌位，温流、嘿、泰明以及苏波、周尼尔、利特、东海、银赫为他抬棺。钟铉啊，你辛苦了，一路走好。